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就。也是一直上班一下，很紧张，时间也有，时间都不够，没有没有，所以有时候什么东西有时候没带好，没关系，没关系呀、啊，加油加油！对不对？因为我工作太多了，太忙了，又在店也照顾我老板的嘛，所以真的这样子，加油加油！加油啊、哦，有的难。没有啊，没有听到。好的，好，所以希望今天。我啷个没给人误解 ？Semoga hari ini itu setelah selesai kelas hari ini kalian bisa, 可以更开心，可以更快乐。好，那kalau gitu agenda kita hari ini, yaitu yang pertama, nanti kita bakal langsung ujian TOEFL, kemudian kita bakal bagi dua, yaitu ujian mendengarkan dan ujian membaca. Dan yang kedua nanti bakal ada peringatan untuk ujian yang akan diadakan di bulan November mendatang. Oke, okay. Nah kalau gitu sebelum kita mulai mau tanya dulu, udah pada kumpul buku PR kalian? Sudah. Kalau udah kan ya? Soalnya kita mau koreksi. Belum. Belum. Iya, kalau belum selesai kerjain nggak apa-apa, boleh kumpulin dulu. Nanti kita lihat ada yang sudah selesai, nanti kita koreksi dulu biar nanti di bulan depan kita nggak numpuk. Oke, okay. Jadi yang belum kumpul buku PR-nya boleh nanti taruh di samping meja, nanti aku bakal ambil kemudian taruh ke belakang. Oke, okay. Nah kalau gitu kita bakal masuk ke bagian yang pertama, yaitu kita bakal ujian semasa tiap jam hai shilong.好了，我们先讨论一下你们
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奖项，一个奖项只有一个人。加油！好，应该有两排吧，有两排，然后一排有五个人。好，站好了之后呢，等一下我会有一个小小的访问哦，好，站好了吗？站好了，这个是你们最后的决定了，你们有讨论吗？完全没有。好，OK，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一下，你们想要问哪一个老师？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不知道。好，那等一下我们一一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吗？好，我们先自我介绍好了，那从这一位开始。嗨，大家好。嗨。我叫韩雅，韩雅，对。你们也可以叫我 Amy。然后我现在站在人气助教奖，原本我是想要站笑容最可爱，不是，Ruby觉得他笑容比我还可爱，所以我只好站在这里。对。好，大家好，我是 Ruby， 然后，我觉得他比我有趣，因为我觉得他可以，他值得这个奖项。Hello， 大家好，我叫日琪，然后也可以叫我琪琪。然后我站在最有精神奖，因为好像也只剩这个。大家好，我是子琪。嗨。我是米娅，然后我站在最有耐心。好，我原本以为我站的是最佳中文。大家好，我叫做韵杰，可以叫我 Melody， 然后我站在最会带活动奖，因为这是唯一的空缺，我就站过来了。嗨。嗨。我是泰友，我站在最佳中文发音奖，应该还不错吧？谢谢。小伟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然后我站在最佳英文发音奖，我是 Hello。嗨。然后我是什么？对啊，我刚刚什么？嗨。嗨。嗨。我是 Frank 郭立光，然后我站在最佳肢体语言奖，因为我就是很爱乱动的人，所以我觉得哎，应该这个东西蛮适合我的，就是大家可以看我就是很爱乱动去。嗨，我是 Rina。嗨。然后我站在的是拼音最厉害奖，因为我大部分打字的时候都用拼音，不是么么么么。最厉害吧。大家好，嗨。嗨。哦，然后我在中文字最漂亮奖。啊、oh, ，好厉害！好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从这十位里面，应该只有一位答对了，只有一个人是答对的。对，所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好了，你们看要不要再换一下？哎，jadi dari sepuluh ini cuma ada satu orang yang benar. Kalau aku nggak salah ingat ya. 对，所以看你们要不要再换一下。十秒好了，你们十秒的时间来讨论一下，你们要不要换？好，那我们一起数十秒喽。好。十。好，那我来看一下哦。
完全错。完全错，完全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完全错。好，最后十秒喽，最后十秒哈，十、九、八、七、六。好，那最佳印尼文发音奖得奖的是雷娜。大家都知道莲奈不是台湾人吧？日本，日本，他是日本人，对，日本人 ，Japanese。雷迪。对，所以我们知道凯文应该会选印尼文颁奖，所以我们就是故意的。好，那下一个呢？想要看哪一个？是哪一个奖项？笑容最可爱的。笑容最可爱的。好，笑容最可爱是谁？刚刚是谁 ？Amy。Okay.
好，所以是哪一台是最佳肢体肢体语言？然后立光是平音。好，你们觉得是吗？不是。所以你们要换答案吗？马上换一下。不换。不换，你确定吗？确定，同意。确定好，确定了，那我们要来揭晓咯，加油加油加油，为什么是加油？好，肢体语言奖得奖的是由立光，然后第一名是南凯，耶耶耶。好，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是默默的在学生社团里面，就是我们有发一个调查，然后就让他们选这十个奖项里面，就是哪一位助教是可以拿到这个奖项的。对，然后我们就是想，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然后你们的协助、你们的帮忙，所以我们在最后一堂的中文课，就是我们进行了这个活动。对，好，那接下来呢，想要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奖项。好，有没有助教想要分享的？可以一到两个，一到两位助教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得奖感觉。你们想要听谁的声音呢？韩亚老师，好，那我们就邀请韩亚回来学妹吧。喂，Hello， 有，我是韩亚，对，就是刚才得最有精神奖的。感谢大家给我最有精神奖，因为我也觉得我蛮有精神的。然后希望就是这一学期的中文课大家都有学的开心快乐，然后真的有学到东西，然后耶，我觉得你们都学得很好，对。然后也希望就是之后你们的中文可以越来越好，然后谢谢，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来跟你们一起上课的，